接下来是血为气之母，血为气之母表现为两个，一个是血能载气，一个是血能养气。血能养气，其实血能养气跟气能生血那个关系差不多。血虚时间久了，可以导致血不养气，会导致气虚。所以气虚的病人除了补气，最好加点补血药，比如前面讲的补中医气汤里面那个当归，其实贯彻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在临床实际操作中，好像气能生血跟血能养气不那么平等。怎么讲呢？血虚病人除了补血，假如你不加补气药，感觉你没学到家。但假如气虚病人，我只补气不补血，感觉问题不算太大。那你加上补血药会更好。变成第一种操作，气能生血几乎是规范性操作。血能养气，你记得起来就这样做，记不起来也没人说你错。第二个是血能载气，注意他们两者的关系，气跟血是辅在一起运动的，所以血是气的载体。那么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，当出血的时候会把气也带出来。当大出血的时候，我们习惯用一个名词叫做血脱，把气也带出来，形成气脱，整个名字就叫做气随血脱。好，我们看看它表现，因为刚好前面气脱那里没讲表现，那就是大出血的时候出现昏厥。但你说不一定昏厥也行，比如说已经头晕得很厉害，然后面色苍白，四肢冷，然后可以出现冷汗淋漓，手煞。所以手煞是你注意啊，前面还有个气闭没讲，这个我们留到病机再说。气闭是气憋住出不去，气脱是气跑出去太多，这两个症状都可以出现昏厥。但是怎么鉴别呢？鉴别要点大概有两个，一个是看手脚的松弛或是软硬度，假如说整个人很松软的，那是脱。但假如是整个人，比如说他手已经弯了，很有力，你怎么掰都掰不直，那是闭。另外一个还要看关窍，假如所有的关窍是打开的，比如说口开、二便失禁，这种是脱。但假如是气闭的话，是牙关紧闭、二便不通，憋住了出不去。所以气闭是大实症，气脱是大虚症，脉为欲绝。然后这里应该还有一个生命指征，外呼吸微弱。那脉为也是生命指征，因为古代没有听诊器，那么摸脉几乎摸不到的意思，呼吸微弱。好了，我们看看气脱，回去看前面气的功能推动，推动包括对脏腑功能的激发作用。你现在气跑掉了，几乎没有，那么对脏腑的激发推动作用很低，我们就看生命指征，呼吸、脉率。另外一个是固摄作用，气跑掉了，固摄作用接近没有，冷汗淋漓，二便失禁。还有一个温煦作用，四肢冷。至于说防御作用怎么体现，已经这种状态了，那它能不能防病已经顾不上，所以这里一般的症状不列出来。
其实你们学完西医的基础，这个很容易看出来，这是什么？失血性休克，失血性休克，气水血脱。啊，先不管西医，看中医，怎么治疗？补什么？补血、止血、补气，哪个为主？其实补气跟止血没矛盾啊。你看，那大出血道是气脱，气跑掉了，固摄血液，功能又减退，更加出血。从纯逻辑来推，应该是先补血，但是中医操作是先补气。为什么？还不完全是这么回事。它是这样的，你注意啊，气无形，一补就有；血有形，不是一补就能化生出来的。是啊，你看你大出血，难道我马上喝碗四物汤，它血马上生出来？没那么快。但无形之气，比如说你有比较好的野山参，吃下去，即便不能复原，至少状态好很多，它能够固摄住，至少是让那个止血是出血减缓了。但止血药要加，然后稳定下来再补血。当然这里应该现在有条件，那肯定是西医更好，输血吧，输血吧，是啊，你吃输血的时同时吃好的人参，那就中西医结合啊，最好是新鲜血，因为新鲜血里面那个止血成分还在，你假如是陈旧性的血，你最多补充的血容量，可能那个止血里面那些什么凝血因子啊、血小板之类的那种功用不见得很强了。好，气与津液的关系比较简单，我们看第一个，气能生津，理论上是对的，但临床上很少操作。为什么津液的生成？我刚才讲了，它对脏腑功能在生成方面、在运输方面对脏腑功能依赖大，但在生成方面对脏腑功能依赖小，所以一般津液少了，假如你是丢失太多，那我就截断你丢失那个源，不要汗吐下太多。但假如你只是摄入量不够，那你就喝水的。所以很少说我通过补气来生津，有没有呢？有时应该说偶尔会有这种操作，但不是太常见。第二个是气能行津，这个用得多，因为津液代谢的病理产物是水湿痰饮，水湿痰饮几乎都是有形的，它一停下来就容易妨碍气的运行，相互影响，气不行则水不行，水不行则气不行，所以一旦有了水湿痰饮的病变，不管有没有气滞的表现，中医都加行气啊。所以在这里用的概率最高就是陈皮，行气健脾燥湿化痰都有。下来气能摄津，这个用得多，也就是说各个脏腑的液体的无故流失，找回它的主人，在流涎太多脾虚，遗精早泄，然后遗尿尿失禁，补肾气，然后出汗太多，补心气，补肺气，这是气能摄津。然后津能载气，津能载气临床意义比较大，跟这个一样，当水分丢失太多，会耗伤人体正气。但是不见得一定是气脱啊，比如说我有水分丢失，你可能只是一般的耗气，出来是气虚，但是假如水液丢失太多，可能导致就是气脱。
典型的是什么呢？典型的有一个烈性传染病，霍乱。霍乱的临床表现上吐下泻，一天几十次，失水太多，那么很容易就气脱，那么实际上是失水性休克。另外一种就是剧烈的运动，出汗太多，也有可能。现在运动量最大是什么运动？田三项，搏击不算，因为田三项现在人家玩到，不是说来一遍，三遍田三项，还有最猛的是连续5遍田三项。我前几天看报道，好像5遍的，世界上能坚持下来的是20多个人，其中一个是3个孩子的妈妈。那像那种你说只有20多人能坚持下来，那么多人坚持不下来，可能是体力衰竭。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一跑着跑着一头栽倒，出汗太，至少一种是出汗太多，把气带出来，气随液脱。啊，但这种容易抢救，我得注意哦，因为他本身没病，生命机能是好的，是啊，他只是一下失水太多，你一下不输液。话是我比较好的药下去，可能很快就恢复。它跟有病的气脱不一样，所以养生学上，我上次讲有两大禁忌：第一个，长时间大声说话；第二个，慢性泄泻。慢性泄泻耗气啊，所以喂养小孩要注意。现在的小孩。你睡一个中午觉回起来，冰箱空了一半，吃生冷的东西太多，很容易导致脾虚，脾虚慢性泄泻。啊，或是吃错东西也会导致泄泻。反正小孩泄2天，大概你那个月就白养了。精血津液的关系，地主是血跟津液的关系。血跟津液的关系比较简单，就4个字：同源、互化。第一个同源，基本上都源于水谷精微，这是同源。互化，互化你们学完西医我都不用讲了，渗透压就是渗透压的作用。是啊，古人虽然没有渗透压的概念，大概也能体会出来，当失血过多。组织液的压力高于血管里面的压力，组织液通过毛细血管渗进去，补充血容量。这是第一种。倒过来，假如当组织液丢失太多，血管里面的压力更高，血管里面的水分通过毛细血管渗出来，补充组织液。所以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这是血跟津液的关系。当血少导致津亏，或是津亏导致血少，会有一种病，我也不太喜欢那个字，叫津枯血躁，没那么严重，没到枯，其实比较准确应该叫津亏血躁。啊，我们看看它的表现，皮肤干燥瘙痒，起皮脱屑。比较典型的还这样，你一挠它就有痕迹，那个痕迹不容易完全去掉。有些人会有这种，尤其是现在秋天，这个其实是内燥，但是碰到秋天外燥一加起来就更明显。再碰到假如是在被窝很暖的情况下，就更明显。为什么呢？津亏血躁的本质是阴血两虚，阴血两虚不能濡养肌肤，你这个阴虚是有热的内在倾向，所以在被窝里面一暖会更明显，本质是阴血两虚。
怎么治呢？不是阴血两补吗？还是刚才那个四物汤。四物汤我不写了，四物汤里面的熟地跟白芍还能补阴，等于说四物汤本质上是阴血两补。另外当归跟川芎的作用这里派上用场，凡是出现瘙痒性的病，中医基本上都用一个病机来概括风，那个我们讲到六淫再说。而中医治疗风有一种用法叫做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，那个的机理我们也讲到风再说。也就是说治疗风性的病变经常加活血药，刚好当归川芎就是活血药。还是刚才那句话，假如你觉得偏温加生地。但是加减跟刚才有点不一样了。你是皮肤干燥有痒。好，假如皮肤干燥加什么呢？还是刚才那个活胶。但是痒比较好用什么呢？其实我讲出来你们大概就会有印象。第一个是蛇。因为风的特征，你看瘙痒是有主性的，这里痒完这里痒，反正位置不定。我们讲到风会讲到风性善行，蛇也善行。蛇用哪部分更好呢？蛇皮。蛇皮叫做蛇蜕，蜕出来的。但是有些病人一看蛇不敢吃，那么换一个名字，龙衣，还是蛇蜕，这个好听啊。还有一个也是蜕，蝉蜕。蝉蜕，你看蝉蜕出来那个外科，外科不是等于体表吗？临床应用，有两句话，夺血者无汗，夺汗者无血。夺血者无汗什么意思？出血怎么样？出血就没有汗，夺汗者无血呢？出汗多就没有血。中医的名称术语大部分能望文生义，就这一句不行。你注意这里，你们刚才那种想法是从肾涂鸦来的，其实等一下的解法还是从肾涂鸦，但是好像拐多了一个弯。你注意这个无，无不是没有，无是不要，不要，什么意思啊？夺血者确实是出血，比如说经常出血的人，或是大出血的人，慎用发汗药。为什么？你已经出血了，你再用发汗药，组织液就减少，组织液一减少，血液里面呢还要渗出来补充组织液，它就更少。那反过来了，夺汗者无血，出汗多的人慎用活血药。活血药是好，因为活血是让血流行加快，流行加快就容易丢失耗散，所以活血是耗血的。你出汗太多的病人，血液里面的水分本身就要渗出去补充组织液，本来就少，你一活血更容易耗散。而后面那个什么六加不可发汗，盲血加不可发汗，跟夺血者无汗是同一个意思。你说不可发汗有点过了，你说出血病人碰上感冒怎么办？其实还是发汗，只是发汗药不能用得太厉害，所以我刚才的表达是慎用，而不是说绝对不能用。注意他们的机理是精血同源，下来精血同源，血是水固精为化生，精假如前强调的是先天之精跟生殖之精，那它倒不是水固精为化生，而是水固精为补充，是要充养它。另外一个要注意，我前面讲的精气血精液本质都是广义之气
聚散而成，说本质是一样的，所以可以相互化生。而操作刚才已经用过一遍，血虚病人除了补血还要补精，但是你说是不是反过来，精亏病人除了补精也得补血呢？你这样做可以，但是又像刚才一样，你不这样做好像别人说你错。精亏病人除了补精，你补血可能更好，但你没加补血药好像别人说你错。